你到底要放我在哪里？快，快，快！你好，你爸嘞？早点休息，这边我去帮你处理。我带你去看一下。 爸，你来看你爸看。哎呦，大家都在等你先冲下，赶紧来啊！爸，爸，你走，爸，爸，你赶紧来，爸，你个病个病个。 爸，我来接。你真乖，真捌代志。
算是歹得错算，你是我的骄傲，但过你的个性上过得啊，我怕你早晚会害到你自己。但过我已经无法度跟你沟通啊，你若爱听你妈的，伊甲同款，是伫这世间上上疼你、上替你想的人。家秀啊，阿伯，弟弟真优秀啊。唯一的缺点就是面对感情时阵无够大方，所以才会一直甲姐妈无甲你聊高笑。我感觉会出来，恁两个好感，恁一定要珍惜一个缘分。你若是我爱一个人，一定要把握机会，唔通等啊无时间就袂赴啊，都趁着我即马。我知影。爸啦，阿伯今日进步，来教好你啊。你要讲一寡亏啦，你莫讲一寡不吉利的话啦。是拄着啊，当来做上班还怕死啊？你莫了后边讲啦，这时阵你搁就要害我。这是你的结婚证书啊，要为你家己决定的代志，我可接你咯。你嘛知影，迄彩礼拢是我高扛的，伊才给你的呢。你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，伊就过来无圆满啊！啊，你毋是搁害我，搁要害伊一届啊！你紧讲讲的啦，为这件代志负责啦！已经到这个坎站了，是过来干啥物？我你妈爱嫁，我从今天起无代志，无代志。什么？外姐，你跟去？哦，外姐。阿白枪，你想到白枪啊？我来是，你来想我。我拿这名是来害你。阿高西，我嘛要死，你看。阿苦嘴，我来死，若是无你死，我嘛看无。啊！公母，公母，你不是有讲，你要听我的话。就算你若无骗我，你若听我的话，跟前嘛无，跟前呐，你若是袂听。我才当作是你在骗我，无参像你讲的，我无这么重要对无？你跟枪啊！你啥物话拢袂讲的啦？跟你，跟枪，跟枪，枪。今仔日哭啦，是不是我一直无你一个婚礼？今仔日不是你要嫁我？
人阿妈，受苦的人可能就是你啊！歹势啦，我倒在这，互你一个一个一直在哭，你是我在办丧事嘞，今仔是我在办喜事嘞，真多爱笑。别老了啊！金秋，金秋啊！金秋，金秋。